历史课里确实上过，但这40张老照片却不一定见过。只有好照片没有好照片的准则。安塞尔·亚当斯，一张照片可以胜过千言万语，一张好的历史照片更是无价之宝。它将我们带入遥远陌生的时空，使我们能够感受原本难以想象的情境。下面这些真实的老照片，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早已逝去的日子。在美国环境保护署创立前，纽约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。1966年，八国联军合影，从左往右，英国、美国、英属澳大利亚、英属印度、德国、法国、奥匈帝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。1900年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。一周后，一家中餐馆的服务员露丝里在迈阿密享受日光浴时，竖起了一面中华民国旗帜，以免被误认为是日本人。1941年12月15日，这张照片是约翰·莫罗克在4月11日下午2点左右拍摄的。当时泰坦尼克号离开了爱尔兰皇后镇，这是泰坦尼克号正常行驶的最后一张照片。1912年，二战时的德国女子体育俱乐部，女孩们排队接受体育老师的检查。旧金山艺术博物馆中，比起现代艺术，两个女孩对墙角的通风口更感兴趣。1963年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离开坦克登陆舰，冲上格鲁彻斯特甲。他位于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新不列颠岛上。1943年，原子弹爆炸前后的广岛。1945年8月6日，获救的奴隶挤满了皇家海军舰艇的甲板。1868年，吉萨大狮身人面像部分出土。19世纪60年代，在狮身人面像前合影的一群日本武士。1864年，猫王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宣誓入伍，在美国陆军服役。1958年，玛丽莲·梦露抵达韩国进行劳军活动，受到10万美军疯狂的欢迎。1954年2月11日，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的宇航员的妻子从太空中听到丈夫的声音。1968年，约翰·列侬在印度想要把拨片从吉他里倒出来。1968年，北欧航空公司服务于北欧国家风格自助餐的空中小姐和乘务员。1969年，令人怀念的荷兰露天学校。1957年，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在公园学习的前苏联女大学生。美国军营的德国战俘看到纳粹集中营录像时的反应。1945年，一名17岁的右翼分子在前找到次郎会议上发表讲话时，突然冲上主席台，用日本军刀刺死了他。1960年，贝尼托·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部。1934年，美国南达科达州的死墓镇附近曾发现了大量金矿，于是美国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至那里，都梦想着一夜暴富的传说能在自己身上实现。1876年，第969野战炮兵营的美国士兵在送往德国前线的炮弹上写道：“给希特勒的复活节彩蛋，复活节快乐，阿道夫。”1944年，美国戒酒禁令被废除的当天。1933年12月5日，3245岁的蜜蜂图坦卡蒙陵墓被迫。1922年，德黑兰会议上的三巨头斯大林、罗斯福和丘吉尔。1943年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女狙击手成功歼敌775人。1945年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艰难求生的失业者，背上的广告台写着：“我了解三个行业，会三种语言，奋斗了三年，有三个孩子，已失业3个月，现在只求一份工作，
1930年，美国黑人田径明星杰西·欧文斯在纳粹德国赢得了奥运会金牌。1936年，柏林奥运会上，激动的美国女子亲吻了希特勒。1936年8月15日，德国士兵给军犬乔装打扮。1940年，希特勒向美国宣战。1941年12月11日，莫斯科欢庆反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胜利。1945年5月9日，第101空降师士兵吉他之神詹姆斯·亨德里克斯在坎贝尔堡军事基地弹吉他。1962年，正确的军用车辆维修提醒。1942年、1968年，捷克斯洛伐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，但在苏联看来，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。当年8月，苏联联合另外几个华沙条约成员国一同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。1968年东欧巨变时期，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难民逃到意大利。1991年企图摆脱警方追捕的 O.J. 辛普森，辛普森杀妻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。1994年6月17日，戴安娜王妃和哈里王子在游乐园里开心玩耍。1992年，二战时，战士和一只小猫。这些老照片记录了横跨100多年的大小瞬间，昭明或非昭明的场景和转折。有的让人开怀一笑，有的让人义愤填膺，承载了或悲或喜的真实情感。图片来自 Bobby Shaki.com，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北清影像整理编辑，原意摄像机 Nikon 第三镜头70-200毫米，尼康镜头焦距130毫米。拍摄数据：光圈优先，光圈 f2.8， 速度 150s，ISO 1250，编辑陈柏、耿磊。And